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广东卫视正在为您播出的《你会怎么做》，我是主持人邓璐。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观察团成员：著名作家陈岚老师，欢迎；法学博士楚英教授，欢迎；大家好；著名心理学家雷鸣老师，欢迎您；奇葩说辩手马建岳，欢迎小马。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今天我们的话题呀、很直接，围绕宠物展开。各位嘉宾，你们在家里有养过宠物吗？宠物大户，有猫有狗还有鱼。孩子也算宠物，鸡鸭猫狗兔王八龟全养过。感觉雷老师养的不太是宠物，感觉就是动物。你们二位呢？我捡过一些宠物，我在楼道里看到两只小鸭子被人甩出来，挺可怜的，养大了以后放到朝阳公园去了。我们家也是那种动物庇护所一样的，就我最近要出差了，那狗没地方放，就是扔我们家来。哎呀，我今天路上捡到一只猫，好可怜啊，那可能临时也在我们家待着，反正就是像一个小型的动物收容所一样，除了常客以外，会不断的流动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去这儿去那儿流动。其实我觉得兰姐应该是属于专业的铲屎官，但是还是有一群人在为了成为铲屎官而努力。我们看到网络上有不少这样的讨论啊，比如说如何让父母同意养宠物，成为了一个受到争议和热议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还原这样一个场景：当你的家人反对养宠物，甚至会因此要弃养宠物，目睹这一切，人们会怎么做？互联网上有一群这样的人。你还要我怎样？二十。这群人自称为猫奴，他们对猫的喜爱也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一阵热潮，甚至促进了猫经济的崛起。而与众多的爱猫人士相反的是，中国庞大的流浪猫数量。这些猫被遗弃的原因是什么？人们又会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为探究这些问题，我们还原了这样的场景。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个猫不能再养了，这个猫又脏又危险，就你把它当宝贝，天天就把它扔了。目睹这一幕，人们会怎么做呢？本期观察地点是市区的这家面包店，我们在店内隐藏了摄像机。顾客们对此并不知情，观察后台也准备就绪，现在观察开始。安藤，你看这个店是不是很漂亮啊？我们在这等一下外婆啊。它叫罐头，罐头啊？对，它天天吃罐头，很喜欢吃罐头，所以它叫罐头。对。你养过猫吗？哦，我养了猫两个。截止2020年，全国有2701万人选择养猫，但反对养猫的理由似乎也有很多。妈，等你老半天了。你怎么又把猫带来了吗？啊？本来想带它出去去洗个澡。一天到晚花在猫身上那么多钱，它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家长和子女之间养宠物是一个永恒的矛盾。自己一天到晚都那么忙得要命，还有时间养猫在这里一天到晚。因为我是反对养宠物的，我反对养宠物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养宠物，因为我是一个经常出差的人。把个猫搞得看得像个宝一样，你看看，不要拿手去摸它。特别是你们这些女孩子，怎么这么唠叨吗？这个猫身上的细菌对你们女孩子特别不好，尤其是结婚以后，知道吧？不要紧去埋它，人家都不养，就你养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接受这个世界上有人就是不喜欢这些宠物的。我们这个社会既要有喜欢猫的自由，也要不喜欢猫的自由。是否接纳小生命，或许是个人选择。那么，弃养也是人类所谓的自由吗？你干嘛？你不扔掉，我要把它扔掉哈。我就把它扔掉，让自己流浪去。太过激了，这个妈真的。丢掉它干嘛？流浪猫不就扔到外
进去。我看看你。听到妈妈要弃养猫咪，店内顾客都在关注。我觉得这个妈妈要犯众怒了。放手，放手。他们又会怎么做呢？过来，你不要吓到他，不要扔掉人家。不要扔掉人家，好可怜。我们下家再说了，你们俩先商量好，找个不能扔掉你这样犯法的呀。你猫还犯法，我扔掉一个猫还犯法。吃掉当然了，你叫我报警吗？你把这只宠物猫扔在外面的大街旁边，对不起，这是你妨碍了公共秩序。你在公共空间抛弃宠物，对不起，你妨碍了我的利益，你不能扔。弃养猫咪。或许没有违反法律，却妨碍了公共秩序，也违背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这猫不能把猫当成人，这个猫算什么生命？这不是个野猫，猫怎么就是生命啊？宠物也是一条生命，我们家也养狗啊，我妈也不会觉得我妈跟我们家狗可亲了。在今天的故事中，遗弃伤害的不只有动物。这个猫到底有什么好？就是我就搞不懂，就是一种情感吧。我觉得托尼女儿呀，就是没有她，她可能就觉得工作累的时候、疲惫的时候，就是她的一种精神寄托。你担心妈妈，会不会担心呢？她不想让你太操心。我觉得你应该开心，女儿这么善良，还这么有爱心，就可能说明你教育的好呀，对吧？你也不希望，你看你女儿，你要是真送走了，女儿恨你的。除了猫咪，被抛弃的还有一些更珍贵的羁绊。算了，我又不想跟你们多说，你们去弄吧，我反正不管。你自己看着办哈。阿姨，你要想开一点。谢谢你帮罐头说话。其实很多，我看到网上的帖子也说，好多父母一开始不理解小孩。觉得猫猫就是比较冷的那种动物，比较冷血的动物。然后也是我同学家里有养猫，然后才对这个猫猫有所改观。我就觉得特别可爱，特别黏人，就不自觉的就会变成猫奴的那种，就是那种治愈感，就跟他说的样，他陪伴他，然后一种心灵的慰藉。就加班特别辛苦的时候，就能够在他身上找到一丝安慰。把我都要搞哭了，差点。感觉我要是没看到，可能就还好。但是我不看到了，肯定不能让它就直接扔在路边。你的生命怎么能扔掉？不是一件衣服。家里没有宠物的人是理解不了的。就是我跟我妈就经常在家都会跟我们家狗讲话。哎呀，你今天怎么样啊？一个人在家呀，是不是很怎么怎么样？就没把它当宠物，就真的就是当人一样。还给它洗澡，给它买衣服什么的。确实是这样的，就感觉每天一回家呀，看到你的猫你的狗就在那儿等着你，我觉得特别贴心。我们家孩子现在就处于那种狗都讨厌的那种阶段，我看到他我真的觉得还不如看到狗。这几位年轻姑娘她们说的几层含义已经超越了完全只是一个宠物一种关系，有陪伴，有等待，有责任，有慰藉，最终还是有爱。那大家注意啊，所有这些都是什么关系的替代？如果说空巢老人的数量持续上升，宠物消费也会暴涨，因为它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替代。现代社会的本质是个孤独社会，因为它是理性人，它切断了人跟家族家庭的很多联系，人成了碎片化的原子，所以它很难从人之间获得。陌生人的社会，所以相信动物。
是因为这些年有些情感需求满足难度越来越高。对的，这是一个趋势。从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必然导致宠物消费暴涨。猫比孩子可爱，狗比男人靠谱，是吧？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在当代年轻人中诞生了一个庞大的新群体，空巢青年。数据显示，20到29岁的空巢青年已超过5000万，其中8%的空巢青年选择与猫为伴。或许某种程度上，猫也成为了他们新的家庭成员。但是有一些时候，养猫会带来一些顾虑。因为我自己在怀孕的时候，我妈就让我把猫猫狗狗全部送走。那万一出现像网上说的任何一点问题，你要负责。某一天，那突然稍有不慎，对，如果有问题呢？养孩子的事情叫万无一失。马建岳的担心并非个例，不少宠物在主人孕期遭遗弃。据此，我们设计了以下剧情。哎，不要摸，不要摸，坐下。不要摸猫，怎么了嘛？这个猫身上的毛和细菌会影响你肚的宝宝。今天就把这只猫扔了，反正是只猫，流浪就让它流浪啊。当目睹这一幕，你会怎么做？三口，三口，你看妈妈的肚子。妈妈肚子里有个小宝宝，等生出来以后长大了跟你一起玩，妈妈永远不会离开你的，知道吗？据调查显示，超过30%的主人会把猫咪当作亲人。哎，妈，你来啦。那你这个猫怎么还带出来？这小动物也跟小孩一样啊，他们很可爱的。是怀孕的时候关键时刻，真的不能养猫，不是妈吓你。啊？万一那个出了什么事，怎么办？怀孕家庭都面临过这种选择。我知道好多女性因为怀了孕以后都把宠物送走了。你看看，你看还在摸，到时候那个细菌都传在身上，多危险呐！又脏，又是细菌。我看它整天在那个床上跳来跳去，万一跳到你肚子上怎么办？多危险呢！我也小小的替这个妈妈说一句话，就是因为偶尔新闻上确实会出现像狗狗暴冲啊之类的撞到孕妇的问题，那这个也是要考虑进去的。冲撞、细菌和寄生虫是很多人不让孕妇养猫咪的原因。要不今天我们出去把这个猫扔了吧？我跟小伟也说了很多次了，你们现在怀孕不能养猫，扔了吧。那我看那公园里很多那个野猫嘛，你把它扔了，让它自己生长不是更好吗？可是它是我从小养到大的，它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跟你宝宝比起来，猫算什么呢？这个猫不准进我家的门了，听妈妈的话，待会儿等它把那个猫扔了。妈妈弃养猫咪的理由似乎也是大部分人的顾虑。店内的三桌顾客都有关注，但没人介入。我们准备让演员陆续离场，结束观察。我去跟小伟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这个事。你们两个一定要听我的，我去给他打个电话去。忽然，找朋友寄养，就是你把它放在朋友家里面，然后给它准备好食物什么的。就现在有那种好多什么猫咖，就是猫咪咖啡馆，然后他们就是你问店主，应该是他们都会愿意收养。女生已经提出寄养宠物是一种避免弃养的解决方式。班头，我刚才在外面看了一下子，就把它扔到外面就行。好吧，他
还可以随便捡点什么吃的，还自由自在的更好。你要不舍得妈妈来把你扔掉去、我觉得他养太危险了，扔掉想养以后再说，你多带一天就多一天危险，真的绝对不能带回家。哎呀，纠结，那个手势好纠结。女生格外纠结，似乎内心在做着什么决定。扔掉去，阿姨让我，要不你把这个猫留给我，要不你把这个猫留给我。你也不用担心，我也不会对这个猫做什么。但是我觉得确实你也不要直接把它就把它送到街上。我是为他好，不要让他成为流浪猫。他纠结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做这个决定。对，善良的好姑娘，你把它给我吧，然后我会想办法的，你放心，到时候我也会给你，就是经常发一发它的动态。真太谢谢你了，因为我也不忍心看它就被扔掉。女生最后选择收养猫咪，但这个决定背后的故事似乎有些波折。喂，妈妈，你在上班吗？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们家不是养了猫吗？喂，老爸，你忙不？我想问你一个事情，就是我在多体贴的人呢，这是真善良。女生一直在寻找，为猫咪寻找一个家。我想问一下你那边还能再养一只不？我把它给我爷爷奶奶养可以吗？一个陌生人都能帮你做出这么多周密的安排，那么作为宠物主人的家人本身，你为什么不能替这只宠物解决这个困境？跟你解释一下，这其实我们是广东卫视，你会怎么做？然后刚刚那对母女其实是我们朋友的一个姐对。你当时在跟谁打电话？跟我妈妈和我老公，还跟我爸爸也打了电话。一定，反正不会让他成为流浪猫，肯定会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主人。如果实在没有合适的，那就我自己来当这个合适的主人。不希望这样的就是小动物被遗弃的场景发生在自己面前。就以前我们大学宿舍就养很多这种猫，就是也有流浪猫被收养，一开始真的就很惨，就是又小又生病，然后就是大家一起筹钱帮它恢复健康，然后它也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它还把那个猫带回它自己家去养，就觉得有这种善心也挺好的，然后也能让小动物找到合适的地方。谁说善良不是一时冲动？他并不知道爸爸妈妈能不能再养一只，而他自己可能客观条件有限，他也没法养。没错，就是说在这个命题里面，他自己选择来独自承担我选择的风险。就这个时候能看出来，一个成熟的女性，她刚才说的是什么？如果我找不到合适的主人，我来做这个合适的主人。肯定会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主人，如果实在没有合适的，那就我自己来当这个合适的主人。他其实内心深处是有决策的。相对比的，我们那个女演员，我养了这只猫，我好爱它呀，但是我说服不了我婆婆。这实际上是两种人生状态的对比，里面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成熟的人和一个不成熟的人之间的对比。这是一个责任的传递，是一个责任的教育。你看刚才我们这位善良的小姐姐也特别说到了，我们有很多组织和个人会自发的去收养喂养这些流浪猫，其实有大规模的这种流浪猫，它的起源就是因为被遗弃。所以我在想，刚才我在看这个善良姑娘的所有的行动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一个人的善良可以是成为另一个人拒绝和放弃的原因吗？是的呀，善良很多时候就意味着多尽义务，多尽义务就意味着有人少尽义务，这不很合理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那帮不负责任的人，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负责任，他们都会不负责任。对，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抛弃小猫小狗的人，他们不会因为假设他会被别人收养才抛弃他，不会，根本不会有这个想法。不负责任的人就是不负责任。丢弃宠物是种糟糕的告别方式。今天就把
这只猫扔了。反正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呢？流浪啊。接下来的观察，我们听到了很多的建议。等一下，我们去买点那个胎教的书，顺便把它扔了哈。今天反正不能带回家了，这个猫。怎么能把它扔掉呢？怎么会扔掉呢？这么危险的东西还能带回家？我现在去给小伟打个电话，反正叫你们那么危险，我不要碰，我把它放地上。反正我今天跟他商量一下人的。刚那个是你妈妈还是你婆婆？要理解老人家的心情。扔掉有点太残忍了，再怎么也是一条生命嘛，送给别人或者是什么寄养什么都可以。关上关上，我准备等一下我们出去把它扔到外面去算了。今天不许再进家门了，你自己考虑考虑哈，我再准备要扔掉，等一下。你妈妈为什么要把猫扔了？他觉得他有细菌，因为我家也不允许养宠物，就是我爸妈也很建议这些。我之前养过狗，后来我没有养了，后来我妈妈把我的狗送给别人养去了，特别难过，特别难过。所以后面就觉得不能轻易养动物，就觉得可能现在还没有那么时间，没有自己的责任去养，所以就不太敢养了。你的人生计划里边没有预见到这个问题吗？如果你预见说未来5年3年我要怀孕生孩子，而且我决定那个期间我会把这个宠物送走，那你干嘛要把它领回来呢？班长，该怎么办啊？奶奶那么固执。养了多久了？快三年了。那你没有想过把宠物送走？我先在朋友圈问一问，就是有没有人愿意先帮你领养一下，照顾他一段时间。然后小孩儿是长大了两三岁了，但是后面他很喜欢小动物，让他跟他自己的奶奶结婚的话，会比你跟他更好。我真的是说，如果猫啊，我真的提个小建议，因为我们国家北方农村呐、老鼠非常的猖獗，这里抓来的流浪猫，的确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捉老鼠什么都学会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会捉老鼠的，不不不，人家是有数据依据的。流浪猫放在开阔的空间里面去养，是自己挣扎生存，平均生命的这种周期不超过3年，基本上一个冬天过了它就死了。严寒一来，没有水，没有食物，一茬一茬的全死了。还有那些流浪在车库里面的那些猫。很容易就它在那个发动机上面睡嘛，那车子发动的时候就很多就死掉。你说的广阔天地，对于大部分的猫来说，其实是很短的寿命的短暂的生存空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平均每年有5000万只流浪猫狗，它们多数是被抛弃或走失。饥饿、寒冷，使流浪猫的平均寿命只有家猫的1/3。我们的小野猿曾经也是其中之一，可是像罐头这样可被幸运领养的猫咪在全球不足2%，并且它们仍然面临再次被遗弃的状况。但值得开心的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到这些小生命。而这样关切的目光，我们总能遇见。表演还未开始，有人的目光就已经锁定了我们的演员。这小猫咪。哦不，是我们的小演员。喵喵喵。罐头开心吗？它叫什么？我以为是啊，它叫罐头。罐头。哇，你好，罐头。就是人往往爆发某一种强烈情绪的时候，他没有意识，这是我自己内分泌导致的一种情绪状态。就是刚才这小猫往这一放，一个
年轻的女孩立刻就会过来，忍不住我想摸她。对，我可以拉开你摸摸她。哇，那太好了。哦，罐头乖。哇，粉鼻子，毛色也好亮，好好啊，健康状态。爱猫少女遇上喵星人，仿佛完全沉浸在吸猫的快乐中，但快乐的时光总是略显短暂。哎妈，怎么手又摸着它？接下来我们的扮演婆婆的女演员就要开始跟一个年轻女性相对抗。不要动猫，不要动猫，我跟你说的，你一个肚子里怀着宝宝，你还紧着这个还要动猫。那我准备把它扔掉去了。好。当爱猫少女遭遇弃猫现场，她会怎么做呢？其实没有影响的，如果你真的就是比较介意哈，你可以询问医生说我平时到底要注意什么，就是落实到细节上我要去干什么。我觉得他给了一个挺好的意见，就是要去问医生。对，我是觉得就是一个危险因素。那按你那么说，孩子他将来在成长环境中他会遇到很多其他的因素，那你都要排除掉吗？抛弃的理由并不成立，喜爱的原因却有很多。每代人的观念是这样想的，我父母可能也会觉得就是一只宠物而已啊。我们老人就，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就不会觉得，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心理压力很大，就是说可能他已经陪我度过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你想想看，多少个日日夜夜你跟宠物相处，那他对你肯定很重要啊。他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孩子。阿姨不懂，他刚刚告诉我，他很粘人。那他为什么粘人？他肯定知道的，他有感情的，宠物他都是有感情的。养狗的也很清楚啊，就狗可能表现得更外在，就是你一回到家它就会对你摇尾巴，甚至是为了保护你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很多这样的例子。就猫狗它是知道感情的。很有道理，你说的。你说的每一句话猫都表示赞同。要不还是问一下医生吧，看看。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女生已经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法，但三言两语很难消除一些偏见。我还是认为它很危险，我还是要把它扔掉。哎，猫咪的命运究竟会如何？绝对不能养。又是什么样的理由让妈妈弃养的决定有所动摇？对，都可以接受。这个女孩说的这一点特别的专业。广告之后你会怎么做？精彩继续，欢迎回到你会怎么做。上一节中，妈妈坚持弃养猫咪。我还是认为它很危险。爱猫女孩已经回到座位，另一道关切的目光却一直没有收回。怎么说呢？再缓几天。绝对不能养。小小的生命已经有了依靠，但除了对动物的关切，有些关心也没落下。没关系，没关系，你要是担心的话，就是自己调整好一下情绪，然后猫这边的话，我帮你管着。我有一种是这样，都可以接受的，就是说如果听到之后，我看到它的心脏控制，任何如果在低温下的，它的身体会出现一个保护机制。其实我挺担心的，是因为我有朋友就是养猫，然后猫被丢掉了，然后就抑郁了。对，孕妇这个时候一定要说，孕妇妊娠过程当中或者生育之后一段时间内出现重大情感。
行动能力的小婴儿，你把它放到野外去的话，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怜的，面临寄生虫啊、被车撞啊等等等等，非常多就是很危险的东西。你一定要就是，如果你要养它，你就提前做好准备。你可能会半夜被吵醒，然后被它蹦，就是半夜蹦迪，然后就各种挑食啊，把食盆打翻呢、啊，各种影响到你自己的生活，对你特别不好。但是你一定要给它耐心，你没有这种耐心，你就不要做就是养猫的那种决定。他有一句话很戳中我，他就说他下班之后会跟那个猫在一起，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上班的时候压力也很大嘛，但是就没有办法跟父母说，然后没有办法跟朋友说，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人消化，但是他至少还有一只猫，对，所以我就知道猫对他有多重要。对，大家都需要一个精神上的依靠，就不光是猫吧，我觉得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打拼，同时也需要一个精神世界的支撑嘛。怎么去看待刚才这两个年轻人啊？我觉得明显从年龄跟阅历来讲，可能没结婚，还没有孩子，还没有面临我们剧情当中所演绎这么复杂的一些人生角色跟判断啊，但是依然做得很周到，很贴心。梁老师觉得哪一点做得最好？他们最后抱那个我们女演员，你自己心情好了。他看到的已经不是一个猫的问题了，他看到的是一个妊娠期女性被情感剥夺的问题，他看得很深呐、对。小马，假设你是在那个状态里面的，你觉得那个动作会戳动你吗？非常会，怀孕的时候就是天天都在哭，一起莫名其妙的都会哭，就天天都得安慰安慰，这个时候才能把情绪缓下来。对，然后他还去叮嘱那个婆婆，他已经看到了不是一只猫，他看到的是一个家庭关系的问题。对，去叮嘱那个婆婆，哎呀，她正在妊娠期啊，你是不是要多照顾她情绪啊？所以他看得很深刻。对，就是一个家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楚云老师刚刚看到了什么？我就是觉得那个女孩说我先收养这一步我是特别赞成的，就是说她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呢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宠物的来和去核心都是那个孕妇，对，他们对于这个孕妇看到更深，就是那个猫是最吸引我注意力的，但是我同样也看到它主人此刻的困境，并且极力的想解决你的困境，它以人为这个事件的中心。对的，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收养宠物它的去和留是一个特别个体化的选择，每个家庭可能做出选择的原因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非常庆幸就是今天整个观察当中无关喜好都不会成为遗弃和伤害的理由，我们如何对待宠物，对待动物，或许就是如何对待我们自己。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你会怎么做的全部内容，大家可以在爱奇艺和腾讯视频来收看我们的完整节目。各位，下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再会。